在外工作，可能爷爷见面比较少。我加油！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你一起演奏。太狠了，他在挖你的墙角。曹操 Q 到三，一个人在外头，注意保障身体。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这个作品就致敬所有在外拼搏的游子们。你可能好好的，就是前一天还在跟家人打招呼，后一天你可能就会接到一个电话，就直到那一天以后，都会比较害怕的，手机会响，就是然后来电是妈妈。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吧，就反正在外工作可能跟身不由己，爷爷见面比较少，可能对。一波加油加油，一波加油加油加油。Could play the violin, and you can pop and dance to the violin sounds. Anytime. Really? For so sure. You promised me. Yeah, sure. Promise. Yeah. Let's do that. Okay. So, 我也希望跟你合作。对，哥，那是已经过去了。Don't fight, don't fight, don't fight, don't fight.